为了让部落族人可以找回传统制作弓箭技术，达鲁安多元技艺及经济文化协会3号上午在吉安乡的会址举行了传统弓箭制作成果发表。协会的理事长表示说，这是第一届研习课程，希望未来可以持续办理，找回制作传统弓箭的技艺。在传统弓箭指导老师的教导之下，吉安乡长尤淑珍试着拉动传统弓箭，拉弦，手扣在脸边，好，箭头瞄准，黄身，瞄好，手就放掉。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涉及传统弓箭，但是感受到学员对于传统弓箭制作的热情，他也非常支持未来活动的持续办理。我看到学员们这样子的认真，为自己的手中的一把好弓来作为一个技艺的传承。谢谢我们阿东老师，从寿丰离开到全国之后，再回来我们的地方做精进的这个手工艺的教学。我们相信吉安乡公所一定会坚持为我们部落文化传承来一起打拼，也跟着我们部落的所有的青年、所有的志工、所有想学弓箭的每一个人一起来撒个人们打塞责任。指导老师也表示，传统弓箭在外县市已发展蓬勃，但是在花莲却没有如此的兴盛，希望借由活动的研习办理，让更多部落族人能够找回这一项传统手艺的技术。我希望在传统弓箭的这个领域上，在我们在实行运动射箭运动的时候，应该是不分族群，广大的让所有的人只要是有兴趣有意愿来参与我们这个传统弓箭的运动，不是制作这个文化传承的部分，都希望大家来共同一起来把这个传统射箭运动给它扩展起来，发扬起来。而学员也认为传统弓箭的制作不易，而材料的取得更是相当困难，在传统工艺与保存的推广上就显得更加重要。那因为木头是弯弯曲曲的，不像这个竹弓一样是一体，就是比较直的哈。那所以完全跟想象的不一样啊。那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下手，而且如果说没有做过出工的话，我们去拿一些像我们的劈柴刀啊，或者是磨刀磨具的器材的时候，其实一拿起来就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达鲁安发展协会第一次举办传统弓箭的研习课程，吸引许多族人报名参加。在传统弓箭的制作与文化的保存是协会的目标，但是在制作材料上的取得相当不易，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给予适当的协助，才不会让部落族人上山取材之后遇到法律上的钳制，让文化推广形成阻碍。记者林杰，吉安乡采访报道。